嗨，我是陆克，今天来分享，这是鼓动巡鹰地狱级的成就队伍，能解的成就是全队水光，欢喜巡鹰要三星蝶式或花环，快乐春要蛋糕，其他三个队员武装要蝶式，准备好之后就开打吧。进场左右两个小王八蛋有手叉盾，要求手消六组属性柱以上，并带有轨迹隐藏跟转化无效，中间的敌人会让盘面上有四颗爆破炸弹，但欢喜巡鹰对爆破炸弹有抗性，第一回合小心轨迹隐藏，故意触碰爆破炸弹，并绿掉星珠。这女人碰到炸弹会很兴奋，那就让她兴奋吧。第二回合小心轨迹隐藏，手消高 C 平砍。打死左右后随便一 C， 最后战友角色猪消高 C 平砍。第二层红绿灯暗珠反手消盾，无视红绿灯，一 C 两次绿掉暗珠。最后快乐初音走红绿灯，手消无暗。我知道快乐初音能无视反手消盾，但如果改成其他选项的话，还是要注意。第三层手下按追击灵化，还有休眠，开叛逆双子，这样子全队就会起床了。之后再手下无暗，我这场用快乐初音，所以有亢奋状态。但如果改成雪未来或是其他光机械的话，这边还是要处理休眠。第四层一血三十级盾，进场还会电击暗珠。撸掉电击，光一 C。下回有欢喜巡音，撸掉电击，盘面全消。二血是灼热地形，还有消光减抗20%。开静音铃解锁，再开2023 Xbox 初音，最后快乐初音角色猪向下拉到底。第五层火焰进消，并要求手消全光全星，先一 C 三次，最后欢喜巡音，盘面全消。第六层光属双十字，还有左下到右上的红绿灯，快乐初音走红绿灯，照路径转光属双十字。皇冠一血左右暴风无主墙，直接欢喜巡音。二血要求累积消除50光，零零角色猪手消全版龙克，龙克可以放着不用点，拿零分也没关系。
三血火外减伤95%，手下20力，叛逆双子，欢喜寻音，直接一步，手下20力。这打法还能兼容全光成就，详情请见置顶留言。以上就是这次鼓动寻音地狱级的水光成就打法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